现我禁不住感伤地想起往事，我愿忘记掉在年轻时走过来漫长旅程，依照我心中所下的决定而去。各位，半小时的时间过得好快，我又要同大家讲一声再会了。好多谢各位收看这个节目，希望不久的将来再会同大家见面，再见。私には愛する